就是这里，献丑了。此人只以刀背击倒这些守卫，并无意取他们性命，他是谁？大胆狂徒，你敢杀我？有何不敢？你们都给我上，杀了他有重赏。好利落的手法，既攻逢其会，不如下来吧。柴叔恒死有余辜，但这些护卫倒也是被逼无奈，故而我才击晕他们，以证此事与他们无关。你到底是杀人还是救人？我只杀人。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是好人。还是坏人？哼，这个问题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我是好人也好，坏人也罢，你都无处可逃。林库在西面，速去取来，全数救济百姓。知道了，大哥。